大家好啊，咁啊，每個星期四都個膽嚟噶啦，基本上就 Gadget Live 嘅膽啦。咁啊，第61集嘅 Gadget Live 啦，咁啊，今日其實都有啲多嘢同大家講嘅。第一，大家見到我哋今日嘅台面都擺滿曬嘢啦。我即刻要掃，都係掃翻出嚟好啲。係啦，咁啊有兩個話題嘅，咁啊當然第一個就想講，即係尋晚啦，咁啊 Apple 就公布咗新嘅即係iPhone SE 啦，大家等好耐㗎，其實我想。係啦，咁啊即係傳聞咗好耐，咁大家亦都有期待。我即係等 iPhone SE 嗰個期待感咧，其實就同等iPhone 11即係九月嗰個 iPhone 有啲唔同。係嚇，即係我諗每年九月等個 iPhone 就睇下喂iPhone 有啲咩新嘅 idea 放落去咧咁樣。但係等 SE 咧就幾唔同嘅，咁啊其實大家都知道 SE 嗰個定位啦，係一個入門嘅 iPhone 啦，同埋即係會係針對一啲即係可能喺嗰、那個經濟能力睇得好緊㗎啦嚇，即係價錢實惠啊，睇得好緊。係同埋就係估佢究竟開個乜嘢嘅 performance 啊咁樣，咁啊即係。尋晚是驚喜的，原因就是因為它一放就放了現在最強的個粒 A13 下去啦，咁啊基本上是跟你呢、這個講緊售價10,000元的呢個 iPhone 11 Pro 咧，我中意佢嘅文宣㗎，佢文宣香港版文宣啊，冇錯，香港版文宣係啊，呢、這個香港版文宣有幾個好抵死嘅，係啊，我好中意啊嗰、那個講 CPU 嗰個 iPhone 11嘅用户 Pro，iPhone 11 Pro 嘅用户表示抗議。是啊，即冇想過一部，其實大家都想 SE 一定是主打平價市場啦，用的料相對於低少少，大家是預期之內的，但是它現在就一嚟就俾粒目前而家最頂級版本，即係 iPhone 11 Pro 用緊嘅 A13 百安力嘅處理器落去咁樣。其實同上次 launch 即係第一批嘅 iPhone SE 咧，即係都有類似嘅情況嘅，即係嗰一刻係放咗粒 iPhone 6S 嘅CPU 落去噶嘛。係。咁啊，睇嗰一段時間，即係嗰半年期間咧，即係 iPhone 7未出之前嗰半年期間咧 ，iPhone SE 同 iPhone 6S 或者 6S 大版啦 ，Plus 啊 ，Plus 啊，個 performance 就同級嘅咁樣嚇，即係有半年時間咧就一樣。咁其實今次其實而家個情況都會係一樣咯，即係有半年時間咧就呢個入門版嘅呢、這個iPhone SE 同埋iPhone 11 Pro 啦，或者即係全線嘅 iPhone 啦嚇，即係當然除咗部 XR 啦，咁啊都係用緊一個同一個嘅處理器，咁啊對用户嚟講好事嚟嘅，即係佢哋未必話一定要呢個 moment 佢要最快嘅 CPU， 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而家有粒 A13 嘅 CPU 嘅 iPhone 喺手咧，即係起碼我未來可能用3年啊。兩三年絕對冇問題啦，超過3年，如果你部機其他部分，例如電啊，或者係個 LCD 膜冇衰減咧，其實你部電話係可以 keep 住繼續用。係啊，我頭先食飯嗰陣時候都同同事講話啊，其實你而家換呢部新嘅，我哋叫二代 iPhone SE 啦，咁樣大家可能清晰啲，咁其實都用到2-3年。起碼啦，因為其實即係iOS 嘅裝置有個好處就係話佢相對 Android 機嗰、那個CPU 咧，即係你會 last 得耐一啲，即係唔會好似 Android 可能你而家今日揸住部可能2年前嘅Snapdragon 845咁樣，你就會開始覺得雞肋啦，喂845喎，又好似耗電又爭啲啊，performance 係咪唔得啊？其實又唔係喎，但係你心理上咧又好似爭啲爭啲咁。但譬如你我而家譬如我自己用緊 iPhone X 啦，即係嗰粒 A11 啦，你話係咪慢咧？收翻我而家冇嘢覺得，即係佢係會 lag 機啊，或者慢個情況。咁當然你話打機，如果你話一啲新最新嘅遊戲，你開到最 detail 嘅 HDR 模式 ，A11 係會有啲辛苦嘅。但大部分情況之下，其實就冇乜太大問題，所以而家 A13 夠曬啦，夠曬啊！同埋我驚喜就係話，即係佢大部分我諗iPhone 11 Pro 有嘅功能啦，即係除咗鏡頭之外啦，大部分嘅功能咧，其實今次都 keep 咗喺個SE 裏邊。係啊，即係譬如最驚喜嘅就真係諗唔到佢咁細部機
竟然係有丟簽，呢個係真係一路冇諗到嘅，即係香港版啊，原來有丟簽喎，唔一定要櫃機喎咁樣。個丟簽有啲取巧嘅，個丟簽即係你大家睇翻蘋果網站咁樣去嗰個丟簽個規格，其實就係一個實體一個 eSIM， 而嗰個實體仲係 nano SIM 嚟嘅，係啦，即係如果你自己手頭有啲micro SIM 啊用緊啦，即係可能你就要換卡，要換卡啦，要換咗卡咧，再出埋部 iPhone 咧，咁先至可以用。咁你嗰、那個又或者係將你而家用緊嗰張 SIM 轉做 eSIM 咯，抄咗落去先咯。咁你留翻張實體 SIM， 譬如去旅行嘅時候咧，就插一啲漫遊卡落去咁樣用。冇錯嚇。咁而家畫面又見到大家應該好熟悉噶 iPhone SE 嘅介紹主要，基本上係將所有呢部機嘅賣點咧就掃曬出嚟噶。咁啊幾個最重要就係頭先譬如我哋講 A13 百安力嗰樣嘢啦，最勁嘅即係目前最勁嘅 CPU， 俾到你最好嘅 performance， 用多兩年你都唔需要擔心嗰部機個 performance 會慢。咁啊 Touch ID 啦，而家。呢、這個 moment 非常係啊！呢、這個 moment 啊，最緊要啊，簡直得翻半邊面嘅咁樣。係啦，個 touch ID 就好實用啦。你尤其是啊，你成日 learn 啊，可能你屋企即係你平時用口罩未必用死一個牌子啊嘛。啊，當你認到可能個 face ID 突然間認到個口罩unlock到，你又轉咗另一個口罩，你又認唔到。咁、用翻 touch ID 咧就方便好多，同埋有好多人都仍然覺得用 touch ID 係安全方便啲嘅，係方便啲，方便啲。咁啊，有無線充電啦，無線充電都係即係而家係常見嘅，但係你平價機即係比較平價機有無線充電唔多嘅，即係喺 Android 嗰邊嘅中價機好少有無線充電嘅。咁啊，而家個千二萬像素鏡頭咧，其實保留翻一個喺度啦，保留一個主鏡頭啦。係啦，其實可能因為用咗 A13 百安力嘅關係咧。佢就個人像模式，佢即係可以即係燈光人像啊，或者個景深啊，做得會效果好啲啊，做得翻啦。咁啊，4K30一定係噶啦。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防塵防水，防水好緊要啊！而家大家成日洗手啊嘛，洗埋機啊嘛，咁啊有呢樣嘢咧，就真係唔使太擔心部機太污糟啦。係啦，咁啊。因為其實就算我哋睇翻 Android 嗰邊咧，其實好多中價機咧都冇防塵防水嘅功能嘅。即係你話，即係 Android 嗰邊好多都要旗艦機咧先至會有防塵防水嘅。係啊，因為旗艦機啊，嗱你講呢個好好嘅 point 嚟，旗艦機防塵防水，旗艦機賣幾多錢咧？係啊，旗艦機係貴啊，六千係啊，就算上一代旗艦機都係要減價先至去到而家，住四千，四千松啲。而家去到而家 iPhone SE 二代呢個位，其實所以有尋日已經好多人話，喂呢部機抵唔抵買？我可以同你講，一定係抵買。係啊，咁嚴格畫面細係絕對收貨嘅。係啊，咁啊而家 show 咗就係 iPhone 八同 iPhone SE 即係一個比較啦，因為。外形上基本上就同 iPhone 八一樣㗎啦，顏色有啲唔同啦，即大家咁樣比較好明顯。當然有啲人琴晚喺我哋個 Facebook 下邊都留言，哇！點解唔係全屏啊？啊，點解咁細啊？點解冇5G？喂，大佬，呢部有5G都唔會擺呢部先啦，係嘛？有 5G，真係擺 iPhone 12到即九月嘅時候先開俾你睇有冇啦，係嘛？即呢部機抵買，但係抵買嘅背後有啲嘢。都是要冇嘅，都係要分翻開個區間。即係放第一部5G唔會放呢部啦，但係起碼調翻轉講，你話5G雖然未有啫，係咪要等九月嗰部先知有冇啫？但係起碼有 WiFi 6喎。係咯。係嘛？WiFi 6嗰下係好緊要，同埋就係話其實之前都有嘅，即係 iPhone 8都有，不過大家就冇留意就係嗰個NFC 啊。嗯。嚇，咁啊，佢係做到個快速交通卡嗰個功能嘅，咁啊。之前其實我都有時搭車都會聽到啲人講就話而家好多時譬如 Samsung 手機咁啊，可能將個八達通抄咗落去手機裏邊啦咁樣，咁啊佢哋都唔知道原來抄咗之後咧，第一就係嗰張八達通你會廢咗嘅，係啊，轉移啊，就是、抄咗落去㗎啦，你嗰張變咗廢卡嚟㗎。第二樣嘢就係話，喂，究竟其實抄咗之後，如果我部電話冇電，係咪會搭唔到車咧？用唔到八達通？其實就唔會嘅，嚇，因為就係有一個後備嘅電池咧，就係、是、做呢、這個特快交通卡嘅功能嘅。嚇，所以如果你將即係而家嘅可能 Samsung 電話好啦，或者係iPhone， 即係將來如果有一啲
交通卡模式，因為香港就冇啊。但譬如我哋喺台未有啦，希望有啦。但譬如我哋喺台灣啦，台灣其實高雄咁啦，其實除咗一啲交通卡之外咧，你亦都可以指定某一啲信用卡咧做交通卡嘅。即譬如我直接將一張某一張 Mastercard 指咗做特快交通卡咧，咁佢就直接可以喺嗰個 Mastercard 過數，而你個電話咧。是不需要著或者是甚至乎沒有電都可以用到的，是沒錯，甚至乎你是不需要入下去Apple Pay 的 App 呢，就這樣放個電話在面在個卡閘機上呢就已經過到了，西瓜卡啦，最近西瓜卡啦，是啦，我就是特快交通卡那個運作的模式的，所以就香港就未有啦，即係唔好話Mastercard 或者其他嘅支付方式啦，就算八達通都未搞掂啦。希望所以就可以快啲啦。希望即係期票咗唔知幾耐啦，舊年年尾咁講到而家都未有。keep 住期票。希望有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成個 iPhone SE， 我覺得就作為入門機嚟講啦，係相當之完備，即係甚至乎佢有埋HDR 啊，睇片啊咁樣。作為一部。拍片有埋，拍片有埋立體聲收音啦，即係對呢個對我哋成日拍片嚟講就都相當有用嘅，係啊嚇。咁啊，其實基本上一齊啊，有埋 WiFi 六啦。咁你喺屋企啊換咗隻WiFi 六嘅 router， 咁你喺屋企上網又可以快咗啦。我覺得齊曬。我甚至乎我聽到啲朋友話：喂，買嚟做第二部手機啦，打機用。做後備打機用啊，真係辛苦啲，個畫面咁細。咁快啊嘛！日常用我都夠喎，係啊。即係點解佢係咁啊？因為佢哋最主要嗰部機都係 iPhone 啊，即係我又唔需要去揾個。另一部大一點，我想你看特地打什麼，又可以不用適應 Android、iOS、Android 中間，兩部主副機同一個 OS， 都有這樣的。但之前我們，譬如我自己都有用 iPhone， 有用過 iPhone 8，即是小機版的 iPhone 8，即是 4.7 寸，我反而覺得如果我來看片呢，即譬如看啲 Netflix 啊，或者睇多啲串流的影片咧，佢反而嗰個畫面雖然你話 4.7 寸好細啦，相比而家啲好多全屏手機，但係睇片又佢啱啱好係16:9啦，其實佢啱啱用盡個畫面就冇曬嘅。係啊，冇即係睇戲嚟講咧，你就唔會覺得個畫面特別細嘅。但係如果你話我啲全屏嘅，譬如我哋iPhone X 或者而家嘅 iPhone 11 Pro 咁啦嚇。當你環島睇戲嘅時候咧，好多時左右兩邊咧都係黑咗冇嘢噶嘛，冇錯。睇16:9就咁剩翻出嚟個畫面咧，根本就同個 iPhone SE 嗰個 4.7 寸係一樣。其實你冇著數到，係咁可能就呢方面，如果你話我買部電話睇下戲多咁，其實 4.7 寸咧都唔係太大問題嘅。最大問題可能就平時你上網或者睇 Facebook 咧，啲字可能比較細粒少少咯。係咯。咁呢個可以教翻佢嘅，我覺得呢個教翻大少少嘅 font size 咧都可接受。即係而家最緊要價錢啊嘛。係啊，冇錯。一部啊等於三部呢個 iPhone 11 Pro 咁啊，即係大家都食諗啊。係啊。係啦，咁如果你話我要求唔係好高，其實呢部機我諗都今年。一個幾重要嘅手機嚟，即係佢一出咗嚟，可能好多 Android 嗰邊嘅中價機都要諗一諗計，即係可能真係有可能轉翻用 iPhone 啊，或者轉會都唔定。喂，同埋尤其是而家嘅情況咧，就算你哋即係就算大家立住唔想使錢嘅時候咧，你見到呢部機個價錢定位，其實你都會覺得都值喎，都可以考慮下買嘅喎。係啊，因為從來 Apple 啲機都係相對貴少少嘅嘛。係啦，係啊，咁同埋可能夠電同 iPhone 8。差不多啦，咁啊，仲要有256G 版本揀，即係雖然可能未必，我覺得我就未必會揀256啊，我都係64或者128咯，因為128同64就即係3388嗰個價錢就係64啦，咁其實128都係俾多500蚊啫嘛。咁啊，都仲係叫做喺呢個三字頭嘅範圍裏邊嘅，咁啊，256就貴少少，咁其實大部分情況啦，如果嗰、那個我自己的經驗就是，如果你嗰個 iPhoto 咧，你係擺上 iCloud 咧，咁基本上128都好夠用嘅。嚇，如果你話唔係喎 ，iPhoto 要擺喺自己部機度，咁啊一另計啦嚇，都係多多都唔夠啦嚇。好，咁啊顏色咧，顏色。我首選紅色啦，係嘛？嚇，我揀黑色喎，黑色低調啲，穩陣啲。因為我而家 iPhone 聽係黑色噶嘛。哦，明白。
反而今次隻白色係有少少棘手嘅，原因就係、是當你睇翻正面，其實佢嗰個畫面嗰個玻璃屏咧，白色都好咧，今次係黑色玻璃嘅，即係黑色面嘅，咁就唔同以前哦，白色係白色面嘅咁樣嚇。咁比較奇怪少少嚇嚇，不過咧就這個其實有原因嘅，點解咧？正正就係頭先我講睇戲嘅時候，如果當你睇緊戲16:9咧，其實如果左右兩邊白色畫面咧，係幾 disturb 你嗰、那個成個視覺嘅觀感嘅觀賞嘅感覺嘅嚇，咁就改用黑色咧就比較投入落個畫面多啲，即係有原因嘅，就係睇相都係啦，即係。你個感覺即係個視野好似會闊咗少少咁樣嘅，即係舒服啲嘅。係咁、當然成部機個歐陸就會爭咗少少嘅。貼過貼啲嘢啦。係啦嚇，不過唔緊要啦，都慣咗啦。係啦，不過點解揀紅色咧？就即係當然都係 Product Red 嘅原因啦。咁啊，即係始終 Product Red 本身紅色一嚟就靚仔，二嚟買 Product Red 都有佢哋嘅一個意義喺度啦。嚇咁啊，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美國那邊呢 Apple 其實昨晚公布了 iPhone SE 之後呢，你有留意去美國的網站呢、那個Product Red 呢都有少少改變了，因為過去 Product Red 呢這個 program 呢，即是當然不是只是蘋果專享，其實很多商業的機構、或者商業的產品呢都會有 Product Red 的 program。但今次蘋果呢就在美國那邊呢就講明了，過去 Product Red 它就會支持這個的艾滋病的研究啦，咁樣嚇。咁但係佢而家咧呢、這個喺美國嘅 Product Red 佢就講到，佢係會轉去做一啲同呢個冠狀病毒相關嘅研究，同埋一啲嘅資助嘅。你要睇到喺美國嗰邊啦，寫住啦，係嘛 ？Directly to the global fund to combat 呢個 COVID。係啦，咁就即係變咗嗰個受惠嘅對象唔同咗啦，咁亦都好切合而家大家都出一分力的情況啦嚇，咁所以買 Product Red 咧又有一個雙重嘅意義喺度咯，我覺得嚇。好，喂，其實咧咁除咗 iPhone SE 固然係一個重點，其實咧尋日就再公布埋嗰個 iPad Pro 個精妙鍵盤啦。係啦，之前講過啦，不過就未有買啦。係啦，咁啊，即終於都有得買啦。嗯。咁其實就。你話係咪好特別咧？特別要試嘅，特別在於咧就等佢先試啊！特別在於佢個價錢，價錢都係貴嘅。嚇，因為咧其實喺上個月即係、iPad Pro launch 嗰晚啦，我哋睇到啊個 iPad Pro。加埋個鍵盤好正喎，尤其是可以即係嚇圓空咁樣掛個鍵部機喺度，好型喎咁樣。啊，跟住個鍵盤又有個 USB 喎、Type C 喎咁樣。咁當然嗰一刻都知道佢個價錢貴，因為其實佢嗰一刻係公布咗個價錢嘅。咁只不過亦都要講明係一個月後先有一訂。咁其實而家就正正切合咗，不過個 shipping day 係提早咗嘅。而家最早嘅 shipping day 係下個星期。嗯，最初講係五月份嘅，係啦，所以個 shipping day 係早咗。因為今日訂5月5日攞到24啊嘛，最快24啊嘛，所以最快係24，早咗啲嘅嚇。但問題就係、是、當好多嘅 review 出咗之後啦，譬如你會知道哦，原來今次個 iPad Pro 嗰個 CPU 其實同之前嗰個 iPad Pro 好似個分別唔係好大喎，咁樣即係整體成個 iPad 除咗個雙鏡頭加個雷達之外咧，好似就冇乜太大嘅分別啦，咁樣咁而同期你將個 iPad Pro 加埋呢一個鍵盤加埋埋嗰個價錢咧，就最入門嗰個版本啦嚇，講緊可能都係64G WiFi 版啦，加埋個鍵盤啦，都要8000多蚊，差唔多9000蚊。落樓啦咁，呢、這個價錢你就啱啱你可以買到一個MacBook Air 嘅 i5 啦，嚇 i5 都係9000多咁樣。咁究竟你會點揀咧？我要個 iPad 加個鍵盤嚟當 MacBook 用啊，定係索性買部 i5 嘅四核心 MacBook 咧咁樣？因為今次 i5 嗰個 MacBook 真係有個真正嘅四核心啊，其實個 performance 係。比之前嘅MacBook Air 咧就好咗好多，即係好甚至乎係接近呢、這個MacBook Pro 13寸。係啊，咁啊，所以睇下啦，
睇下你要唔要、啊。你要你要 Mac， 你要 iPad OS 定要玩 Mac OS 啊？係啦，咁啊 iPad 你又多 iPad Pro， 你又多支筆。咁啊，你可支筆你你多你買多支筆，唔係多支筆，買多支筆係嘛？都係嘅，我冇講要俾錢再買咁解。係啊，即係有支筆用咁誒誒，你話使用嗰個情景嚟講係會多元化啲嘅，係啦，即係有啲可能要畫嘅嘢啊，可能有啲要成日要 job 嘢啊，簽名嘅嘢啊。iPad Pro 會好啲嘅，咁同埋 iPad Pro 因為多一個雷達啦，嚇、嗯、嗰、那個 idea 雷達啦，咁即係可能我哋真係好 layman 嘅 user 咧，覺得未必用，未必用得著，係啊，但係一啲專業啊，專業啊，或者有啲教育上面有少少可能融合一啲 AR 嘅應用，或者專業上融合啲 AR 應用嘅。嗰啲 user 咧，咁樣會好有用。好有用啊，係啊，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一啲室內設計啦，係嘛？咁有 AR 俾喂，咁 show 俾個客睇嗱，將來咧呢間屋咧嗱呢個 sofa 擺呢個位咧就咁啊，哇幾型啊！嗰一刻即刻畫幅畫喺個牆啊，嗱我就引整幅畫喺度咁樣啊，你唔中意擺擺嗰邊，我哋再睇下點樣。咁呢個即係某啲行業就。看完這個功能給的這筆錢就是沒坑的，所以你說是的、那個價錢、啊、真的可以買到一部 full functional 也都型的 notebook 是的，也都是夠 performance， 但是呢另一邊箱又可以用筆、啊、多些情景情況下彈性地用、啊、真的兩難，真的好看取決於你自己究竟個用途是怎樣是的，那啊係啦，咁啊，尋晚就主要公布咗呢兩件嘅產品啦 ，Apple 嗰邊嘅都仲有其他嘢嘅，譬如Mac Pro 出咗四個 look 嘅 package 啊。我想問嗰四個 look 嘅 package 係咪呢度睇到嘅都？應該有嘅。另外就有一個新產品啦，即係如果大家要用呢、這個AirPod Pro 啊嚇，即係嗰個 headphone 啦。咁啊，終於有獨立嘅嗰四粒耳膠俾你配翻啦！之前嗰粒白色耳膠就太容易污糟咯，我諗大家用咗呢幾個月咧，應該都開始發黃噶啦。咁佢就有獨立耳膠可以買翻，因為你嗰個 AirPod Pro 咧就唔可以用出邊 third party 嘅圓形嗰啲耳膠，一定要用佢原裝嗰個橢圓形耳膠。咁所以咧就有得俾你配翻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尋晚。在網上公布的新的產品啦，係啦，應該都係咁多。大的發布會就冇㗎啦，咁啊睇住個 press room 睇下，哦，原來新聞稿有 update 咁樣。好，咁啊講完尋晚 Apple 啊出過啲咩新嘢，係啦，咁咧你見到我哋台面咁多 notebook 咧，咁啊梗係要講㗎啦。講呢筆嘢咧，咁啊其實就係講緊Intel， 咁啊有個叫新十。新的十代 Core i 處理器，咁呢粒處理器其實咧就係、是、根據我哋同事嘅話嘅講説法咧，就係話針對嗰啲電競嘅筆電咁樣，所以其實你見到我哋台面嗰啲全部都係 gaming notebook 嚟嘅。係啦，係啦。咁就我哋呢度咧就請阿羅文啦，又叫阿羅文同我哋講下先啦。好，喂，不如我轉。你串過啦，冇錯。我首先負責撳嘅羅文啦，因為講到打機嗰度就咁啊。羅文平時如果大家有見，即係好多電競啊、遊戲直播都有羅文幫佢做啦。咁誒就講翻電競 notebook 啊，或者一定係羅文比較熟啦。咁同埋今日阿羅文其實都玩過都幾個牌子嘅 notebook 啦。而家我哋手頭上有兩個牌子，兩個牌子啦，試過一個牌子。捷克幣啦，同呢個 MSI 啦，其實其他牌子都有嘅，譬如阿羅文格試過 Lenovo 啦，華碩啊嗰啲都有啦，咁樣嚇。係啦，咁就而家咧就大多數嘅十代 notebook 咧都公布咗啦，咁其實近期攞翻嗰份嚟過嚟。好。係啦，咁我哋手頭上咧就有兩部，應該而家係佢哋嘅牌子嘅機王啦，我咁叫啦。咁就分別有呢個 MSI 嘅 GS16 Steel 啦，同埋呢個係捷克幣嘅呢個 AON15 OLED 嘅。係啦，咁而家可以加入個係啦，咁講咗個比較大家想聽嘅先啦。係第一樣嘢，呢啲機器幾時會見街？咁啲廠咧就主要都會喺今下個月五月至六月開始咧就會陸續見街嘅。要五月先有嘅。係啦，咁就都冇快嘅。唔係今日我哋玩完，下個禮拜就唔係。不過呢部好似已經喺老場賣緊，因為呢部好似喺老場借翻嚟嘅。呢部捷克幣係水貨嚟嘅。係啦，水貨嚟嘅係啦。咁呢部就比較特別啲，因為佢除咗係新十代嘅
CPU 啦，咁啊佢本身亦都係有一個嘅RTH 嘅Super 嘅顯示晶片啦，呢、這個亦都係新嘅，咁啊稍後會講。比較特別嘅就係佢呢部機本身嗰個屏幕啦，係 OLED 熒幕嚟嘅，即係佢係我哋而家今次介紹，跟住試過咁多機入面唯一一部用 OLED 機嘅。係一個 4K OLED 啦，咁如果大家有機會睇到佢個畫面。因為大多數而家你見市面上大多數嘅 gaming notebook 咧，都主要係用翻 IPS 熒幕，咁其一啦，咁可能係因為有打開機嘅朋友都知道，其實佢哋要追一個高嘅 frame rate 咧，道理上係要用翻一個高 Hertz 鏡，咁就因此會用翻 IPS 嘅。但如果嗰度係 OLED 嘅機咧，咁呢部就真係十分之少見。係啊，佢呢部咧就最主要我諗佢定位除咗係做電競之外咧，其實更重要佢係做一啲叫做creator PC 嘅，即係俾人哋去做一啲 video 嘅製作啊咁樣，咁就變咗睇起上嚟咧呢一個顏色咧就會比較再準成一啲，同埋就係佢本身呢、這個個亮度啊，即係嗰個顏色嘅對比度咧，就可以去到HDR400嘅咁樣嚇。咁所以睇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如果你睇一啲影片啦，對畫質有要求嘅眼鏡，就呢個就會比較適合你嘅。尤其是如果你要剪片嘅時候咧，咁你呢個落嘅顏色咧就會比較再準確一啲咁樣。因為我撳翻佢用咩spec， 用咩卡嗰度。嗱，而家呢度咧，你會睇到嗱，譬如佢嘅顯示卡啦，嚇嗱呢個咧就係 GeForce 嘅2070 Super， 係啦係啦，唔係因為難聽都有就咁講啦。咁呢部係用緊2070 Super Max Q 嘅，咁今日又去 Lenovo 嗰度講過啊，就話喂點解有啲廠會用翻本身嗰張卡，有啲廠會用翻 Max Q 嗰張，咁係因為 Max Q 嗰張咧佢會自己幫你 tune 低個效能，即係有陣時可能你部機打某啲 game 咧，如果你係冇 Max Q 嗰張卡咧，你喺打機嘅時候佢會全速用死同一個效能上嘅，即係你係一係就係分咗就冇電，冇插電嘅時候佢會 tune 到最低，咁有插電嘅時候喺度最高，咁用 Max Q 咧其實佢會跟住話喂，見你可能打 CS:GO 咁食嘅效能唔係好高，咁就會幫佢推翻低，咁你打啲效能比較高，可能打Battlefield 5啊，咁嘅時候佢就會自己推翻高咯。即係一啲大食啲嘅 game 咧，佢就嚟推翻高啦。咁、那個好處就係其實就幫你慳電咯，即係延長嗰個電池咯。咁另外就個處理器啦，話曬十代嗱，因為十代嚟講咧就我哋有分舊十代同新十代嘅。咁今個月 launch 嘅嗰幾粒咧，全部後邊有 H 字尾嗰啲咧，就係、是、新十代嘅 CPU， 即係四月份先 launch 嘅。咁之前 launch 嗰啲係舊年九月份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落去買 notebook， 唔好啊，咦十代 U 就 OK 啦咁樣。如果你要用到最新嘅十代 U 咧，你就要睇啦，係咪 H 尾十字頭啦，當然十字頭啦，跟住 H 尾或者 HK 尾。HK 尾唔代表係香港版咁解 ，K 係個 K 咧係一個浪無鎖頻嘅版本，可以俾你超頻啊。咁有一粒咧 i9 嘅咧就是 HK 尾嘅嚇，咁嗰個咧就係無鎖頻嘅版本。咁當然喺 notebook 嚟講咧就作用不大嘅，因為基本上好多時 notebook 你話可以超頻啫，但係你好少你會自己喺嗰個 notebook 上面超頻嘅，唔係嘅。除非你話哇，我唔係話某個別某些 game 真係好大食，或者我要推一個好高嘅解像度或者博愛之芒咁樣用咧，你喺嗰啲情況你先要推高嘅，但係正常嚟講就好少比較去咁樣用嘅。係啦，咁呢度一係就等我嚟介紹下呢期十代機嘅環境啦。咁喺我叫試咗三個牌子啦，咁就係MSI 呢一部同埋 Lenovo 啦。咁今日特登就去埋 Lenovo， 咁佢其實都有叫五部新機啦。咁其實都係頂 spec 排到底 spec 咁出咗五部嘅。咁以大細嚟講咧，暫時最高規格嘅機咧，就大家都見到其實就會係十代嘅 Core i9 加呢個RTX 2080 Super 嘅呢個機為總。呢個總之係你見到 CPU 同 GPU 咧最高一定係呢兩個 spec 嘅。咁然後咧 ，mon 嗰方面咧就主要都係以240Hz 做頂，係啦。咁仲有冇咩特別嘢咧？咁可能呢個我補充翻啦。咁你見咧，佢哋其實都以往電競不斷都有個我叫通病啦。咁就係當 pair 係點樣會揀買一啲機咧？即、就、係、是、我作為一個買家，我要點樣去決定自己買一個電競不斷咧？咁其實最主要就係、是。那部機有沒有做一些特別的處理去讓你去買這部機，那我以我
面前呢部，即係你用呢部 Gigabyte 嚟講啦 ，Gigabyte 佢係一部靚芒嘅機，即係佢係用 OLED 為特點嘅機。咁呢部 MSI 咧就係用一部做輕便為特點嘅輕薄啦，叫其實都算唔算薄咧？由2080機嚟講，佢係一部算薄嘅 notebook 啦。咁再講就係我今日咧就特登去試 Lenovo， 咁呢個就冇相嘅，可以俾翻個名大家。咁嗰部咧就叫做Legion 7i 係啦。係啦，咁暫時就未俾到相大家嚇，係。咁嗰部係有咩用咧？咁 Lenovo 咧就話嗰部係以一部可以超頻 notebook 強調散熱為效能嘅一部電影筆電。咁就係咯，咁就所以話當同一部機係用同一個 spec 嘅時候，係咪話佢哋會啲跑分係會有落差咧？係會有嘅。咁最主要就係學翻頭先咁講，可能一啲本身部機粒 CPU 俾唔俾你做超頻？佢散熱能好唔好，其實都係會影響啲跑分咯。但係你講到話實際去到打機嘅時候 ，frame rate 會唔會爭好多咧？咁其實爭嘅位就係你部機個風扇嘈唔嘈，係會影響你嘅入門觀感咯。即係去到最後，你當你個 spec 去到一模一樣嘅時候咧，唯一會影響到你玩打機嘅時候就係個風扇會唔會好嘈。咁就要睇翻部機本身散熱嗰方面係佢為咗俾你好嘅效能而令到個風扇好嘈啊。抑或佢有方法可以令到個風扇比較靜咧，咁就係我揀機嘅時候大家要注意嘅地方咯。咁其二就係話，喂，今次啲機仲有咩特別咧？就係有幾間廠咧首發出嘅呢個 i 九機咧，佢用嘅模唔一定係240Hz，而係144Hz，係啦。如果我哋手頭呢個微星呢部咧，就係 i 九機嚟㗎。咁就我記得呢部應該係240Hz 嘅 mon， 係啦。咁有啲就話點解會用144Hz 咧？咁係因為本身隻 mon 咧會支援呢個 HDR400 嘅。去翻 cam， 係啦。嗱咁話呢個 mon 即係睇完頭先嗰個 OLED mon 就同呢個 mon 就係啦。呢個就係正常嘅 IPS mon。正常 IPS mon 啦，個問題即係啲色會淡好多。唔係因為佢而家未插電嘅，有陣時可能係。係啊，頭先嗰個冇插電。唔係 OLED mon 佢未插電會俾足色，係啊。係啦，睇先啊，撳翻光啲啦。但係一會睇到佢一個 processor， 即係個處理器啦。咁呢個就係2080嘅RTX 嘅 Super 啦，係啦。咁啊，呢個都成個 config， 我諗今次新十代咧，呢而家我哋手頭呢部 notebook 嘅 config 就係最 top 啦。係啦，咁就都係 i9 嘅10980HK 啦，加呢個2080 MixQ 或者2080嘅，總之就係 Super 卡。咁就係封咗頂啦。嘅一部 notebook 啦。係啦，咁跌翻落去就基本上由今次啲機就主要係分三個 spec 啦。其實就係 i70 代加2060 ，i70 代加2070 ，i9 加2080或者 i9 加2080 Super 咯。即係大家換呢個講法去排咯。咁實際上效能爭幾多？咁我建議睇翻下咯。咁我可以講講啦，即係其實今個月 Intel 出嘅新十代嘅 mobile CPU 咧就有六粒嘅。咁啊，頭先啱啱微星用嘅就係而家上面見到第一行啦 ，Core i9 嘅10980HK 啦，咁樣嚇。咁10980HK 佢本身咧就係八個 Core 嘅，即係行16条 thread 啦，咁樣嚇。咁佢同i7 嘅10875H 咧，其實就好接近嘅，因為 i7 嗰、那個10875H 咧都係8 core 16 thread 嘅嚇，兩者個分別咧就其實就係個 maximum 嗰個 single core 嘅turbo frequency 咧就係5.3 GHz 同5.1 GHz 嘅爭200 MHz 啫，就唔係好大。咁至於嗰、那個個 smart cache 啊嗰啲咧，其實就係兩者都係最大嘅，講緊係16 MHz 嘅啦。咁所以嚟講咧，如果大家即係將來有機會出去買嘅時候咧，基本上去到i7 嘅10875咧，其實都已經好接近i9 嘅10980。咁當然你就正如阿羅文講啦，即係你睇曬成個配套啦，即係你究竟搭緊個咩嘅 display 卡啦，個 GPU 啦，個 mon 係用緊咩 mon 啦，有冇144啊，或者有冇更高嘅 hertz 數啦，成部機。嘅散熱嘅設計做得好唔好啦？或者呢個我俾啲價格參考啦。咁就呢個係 Lenovo 今日講嘅。咁就去俾三個，即係頭先我講話啲機大概可以分三個階啦。咁我大概報個價錢俾大家聽。咁佢頂嗰部咧用 i9 2080 MixQ 嗰部 Legion 7i 咧，咁價錢就係20,000。
咁佢嗰部唔使過二啊，但嗰部咧係用144Hz HDR mon 嘅，咁佢就首發先係嗰部，咁240Hz mon 就要等遲啲。咁另一部咧就係、用240Hz mon， 但係係用2060顯示卡嘅。咁嗰部叫 Legion 5 Pi， 係啦，咁嗰部就有啲散熱，有啲唔同嘅。咁嗰部咧就係賣15,998，即係當16,000啦。咁佢再跌一個 spec 咧，其實已經係講緊係咪呢張係咪用 IPS 嘅？因為其實有啲係十代 U， 但未必係用 RTX 或者 RTX Super， 係啦。系啦，咁佢再跌一個 spec 嗰啲，其實佢又唔算好貴喎，即係你講到頂配都係20,000水平。唔係，但係佢用嗰個係因為係144Hz嘅。個 mon 唔係頂配嘅。個 mon 係其實佢係變動下最大嗰個價，因為電競嘅 mon 最貴 ，mon 係會令到個價錢因為最多。係啦，嗱咁啊，快快講埋其他嘅 CPU 啦。咁啊 ，i7 其實都另外仲有兩粒啦。咁啊，10850同埋10750啦。咁呢兩個就應該會爭啲嘅啦，就係、是、因為佢嗰個 core 數係得六 core 12 thread 啦咁樣嚇。咁啊 i 五咧就個分別就唔大嘅，因為咧呢、這個新十代同之前嘅十代咧，其實都係講緊四核八個 thread， 咁就分別唔係太大。而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就係、今次 launch 嘅呢六粒嘅新十代嘅處理器咧，都係14nm嘅。就唔係10nm嘅，咁有啲人就好concern，喂，我做得新嘅十代 U， 梗係要新製程啦，係嘛？如果唔係，好似爭啲喎咁樣。但係呢幾粒都係14nm嘅，咁啊，所以呢個大家要留意一下啫。喂，我唔介意啊，最緊要跑分或者個 performance 好啫，咁就 OK 嘅，係啦。但如果你話唔係，我好 concern 埋嗰個散熱啊，或者係嗰個耗能嘅表現咧，咁可能你揀翻之前嘅10nm會好啲，係啦。咁今次即係一般嚟講啦，如果我哋揀呢個Core 嘅新嘅 U 啦，咁其實除咗頭先我哋講嘅 CPU 嘅配搭啊、GPU 啊咁，你都仲可以留意翻佢一啲周邊啦嚇。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新嘅十代嘅 CPU 咧，基本上佢有兩樣嘢係標準嚟嘅。第一樣嘢就係 Thunderbolt 3，係啦。第二樣嘢就係 Intel 嘅 WiFi 6。所以嚟講咧，如果你買一部 notebook 咧，最好都可以望一望啊，究竟呢部 notebook 有冇呢兩樣嘢？已經叫新，已經叫通用啦。因為基本上 WiFi 6都會放落去㗎啦，同埋你而家買隻新 router， 你唔會真係買翻隻 AC 嘅。基本上雖然 AC 好抵玩嚇，但係你唔會買隻 AC 嘅。即係講速度，你都係諗住會追翻係追翻。因為你買隻 router 起碼都用三幾年，起碼㗎嘛。有啲人啲 router 好襟用㗎嘛，唔襟嘅都3年㗎啦，襟嘅可以10年㗎嘛。都話咁，你冇嚟買啫，不如買個 WiFi 就買新㗎啦，用到幾年先啦。即係有啲老陳 sales 就即係有啲老陳 sales 都話問個客，你而家手頭上有冇 iPhone S 二十啊？冇啊，唔係有冇 Samsung S 二十？唔係 iPhone S 二十，iPhone S 二十 ，iPhone 十二未出啦，係嘛？Samsung S 二十你唔會換住啊？係啊，咁買 AC 得咯。咁但下一步你換嘅電話咧，係啦。即係你 iPhone SE 都好咧，你都有 WiFi 6啊嘛。即係預過下係一個會跟住潮流走曬去換電子產品嘅人咧，其實去買一個有 WiFi 6嘅 notebook 都係一個唔錯選擇。即係因為你會撇除你自己個為咗令到自己用到 WiFi 6而換個有 WiFi 6嘅 router。我覺得換定即係為咗滿足自己個需求而買定先，其實我覺得冇問題嘅。唔好去到最尾換完之後先諗咩？係啊！哎呀，點解我？點解我嗰陣時唔買部有 WiFi 6嘅咧？我聽過 sales 講，因為要清咗啲 AC， 佢走去叫我買 AC 係啊，所以呢個就留意翻啦。即係WiFi 6，我覺得一定最好有嘅，因為真係喺嗰個上網嘅速度上面、個頻寬方面咧，好明顯有改善嘅。咁 Thunderbolt 3就兩睇啦，因為有啲人其實佢就未必用好多 Thunderbolt 3嘅裝置嘅。咁但係始終 Thunderbolt 3比 USB Type C 有個好處就係佢嘅標準咧定得比較齊全，就唔會好似 Type C 咁又3.0、3.1、3.2多到亂曬龍。咁如果你買嗰部 notebook 寫住 Thunderbolt 3咧，基本上 Thunderbolt又好 ，Type C 好都可以懟落去，咁啊包你用得到，咁啊呢個就相當安全一啲咯，我覺得係啦，
好，咁就如果大家今年或者即係嚟緊五月諗住換電競 notebook 咧，一啲十代嘅電競 notebook 啦，咁其實我哋下期嘅禮拜一出嘅 PCM 咧，詳細啲都會有一個十代 notebook 比拼嘅，咁就我會介紹大概十幾部之後會出嘅呢個十代 U 嘅 notebook 啦。咁有啲跑分咧，咁就小洛夫已經幫大家四小曬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打開機嘅人，想知道喂，其實十代同之前嗰啲跑分爭幾多咧？咁你哋真係可以睇一睇，因為發覺。當十代 U 加上 RTX Super Notebook 嘅時候，跑出嚟個分數咧，原來落差係比較大嘅，即係可能會吸引到喂。如果你覺得自己部機太渣，真係會有動力吸引到你轉機嘅。係啦，係啦，同埋易揀嘅，起碼你落去睇內牆睇個粒 U 有粒有寫住十字頭 H 字尾嘅，咁你唔會咁容易買錯。係啦，之前嗰啲 number 編排咧就好鬼容易買錯嘅。咁當然亦都係一個趨勢啦。咁到底出新 notebook 之後，舊嘅 notebook 會唔會因為咁樣減價咧？又係另一個故仔啦。咁到時大家有興趣可以買完今期、下期嘅 PCM 睇咗先，然後再睇下到時可能過多到月尾，睇下會唔會啲老場已經開始劈緊價啦，因為有新機出。係啦，咁即係如果你想追舊機，其實而家啲舊機都唔差。當然你要最好狂飛佢追新機，都係最好嘅選擇嚟嘅。係咯，我見其實你今次出啲新機個價錢都唔係太離地啊，都 OK 啊。即係佢其實係近之前嗰個價錢加多兩。是啊，唔係太離地嘅個價嚇，即係唔係哇出部旗艦電競 notebook 講嘅四萬咁，呢個牌子起碼冇啊，其他我唔敢包。咁但係起碼我覺得有個吸引力喺度嘅。即係你見其實而家電影 notebook 咧，其實係分好多種類嘅。即係我用我寫開嚟嘅，其實分三大類。第一，性能最強嘅，即係嗰啲就係我哋頭先講話，一定係兩萬中間三萬頂咁樣嗰啲叫最頂級 notebook。咁第二類咧就係一啲叫入門玩家 notebook， 咁嗰啲就萬一到萬二嘅，即係以新 config 出嘅叫萬一蚊去萬二。咁有啲叫中階少少咧就係萬五去到二萬中間。咁其實你見個價錢就基本上都係嗰啲起，即係以新 config 嚟㗎。如果你係買舊 config， 其實就全部撇翻兩三千跌翻落去就買到㗎啦。係啦，阿 Lock 阿康去翻個 iPad 嗰度係，都講講呢個RTX 啊 Super 同唔係 Super 究竟有啲咩分別咧？睇下先，睇得唔得先啊？我開翻先。係啦，呢張係啦。嗱，咁啊最主要咧就係嗰個 CUDA 嘅 core 數目咧 ，Super 嚟講咧就無論2080啊、2070啊、2060都好咧，都有增加嘅。咁理論上三個級數嘅處理器咧，跑嗰個 game 嘅 benchmark 咧都會高咗。咁當然高幾多就睇翻你嗰個 game 或者係你係邊一隻啦。咁但係基本上 Super 都會有一個增長喺度嘅。你會見到係啦，即係就算可能2070同2080個時密數可能低啲，但係因為佢哋個 core 數多咗咧，其實跑出嚟個分都係高啲嘅。因為佢嗰個時密數其實唔係低好多，唔係低好多啫，即係乘翻就咁用乘法乘翻都大概知曬幾多。但係你嗰、那個講緊個 CUDA 個數都多，起碼都得10% 嘅，係啊好。大家可以留意翻下期 BCM 啦，我哋同事阿羅敏又好，或者小洛夫而家都埋頭苦講噶嘛，好多部機，好多部機啊，我哋都同埋都出得快嘅，即係講緊四月頭 Intel launch CPU 就係冇估到，因為正常咁快，正常大家都會淨係出一兩款，係啊，今次好快，每個牌子可能同好齊，每個牌子五款起，係啊，同埋係多數都係集中喺 i7 i9 噶嘛，係嘛，冇乜 i5， 所以應該係全部都係 i7 起 i9 頂。你會見到就尤其是頭先嗰個 i7 啦，10875嗰粒 CPU 嗰粒 processor 係比較吸引啦，係啦嚇，所以我自己都對嗰粒 processor 比較有啲興趣。好，咁啊，今日就差唔多嚟呢度啦。今日 Gadget Live 第61集，咁就如果中意啲 iPhone 有興趣嘅朋友咧，以及對呢個十代 U 嘅朋友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得重睇今集啦。咁我係羅文，係啊，我羅文曬，仲有阿 Martin， 咁就多謝啦。今日就去到嚟呢度啦，咁拜拜。好，拜拜。